好，是的，主位观众，现在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就在香港天华道，我们可以透过画面看到，现在目前有非常多的中学生是已经走上了街头，就是要抗议这一次的逃犯条例的二读送进立法会当中。那事实上，在我们刚刚还没来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已经有一些部分的人士是因为身体不太舒服的缘故，是被有这个急救的单位呢是已经抬出了场外。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现场人数真的是非常的多，而我们呢，其实刚刚原本呢想要搭车进来的时候，这计程车司机呢也是因为啊这人数过多，道路两项封闭的缘故，所以不让我们进来的一个状况。而我们刚刚其实也发现到了，在现场呢有很多的学生是自发性的把类似于现在我手边这一种铁栅栏呢是直接把它拆下来，而且把它拿到现在目前在港警已经准备要震爆的一个位置，而且他们还拿着胶条把它给完完全全的绑起来，就是为了要阻止港警进一步的往前行动。而事实上呢，在我现在你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有部分的学生是把这个铁栅栏往前拆，而且直接拿到前面去，这就是我们刚刚跟您陈述的一个画面。那我们现在也持续呢在为您带您到前面去看一点，因为现在今天呢有非常多的外国媒体呢是也来到了现场，而且他们刚刚在前一波的这个连线以及冲突当中呢，还有部分的外媒是被这个铁栅栏给打到了一个情况哦。那现在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刚刚跟您阐述的，有非常多的铁栅栏，那他们现在是陆陆续续用胶条把它绑起来，绑成有点类似于像三角形这样子的一个形状。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阻挡港警的进一波往前行动的一个状况。那其实今天这一场呢中学生的罢课游行活动呢，大概是由香港众志这边所发起的。那他们原先预期的时间点是从今天早上10点才要准备集合而已，但是您看看现在的时间不过是早上的8:30钟时间，其实这个冲突呢已经是有陆陆续续越来越扩大的一个情况。而且你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学生呢，现在目前是自发性的戴上黄色的安全帽，目的呢也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比较好辨识。那在这一波的抗议行动不断的在进行当中的同时，也有很多的学生是从他们的家乡，另外还有像是地铁站陆陆续续赶到了现场，而且就是为了要替现在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加油。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的，这些学生他们现在身上的装备真的是非常的足够，除了有安全帽之外，另外护肘，那还有像是护目镜等等，口罩他们都是已经备妥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在手肘的部分呢也是包扎上非常厚的一个这个布条以及塑胶袋，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待会儿这个抗议冲突当中呢，希望能够尽量减少一个伤害的扩大。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访问到了一些学生，那我刚刚跟这些学生交谈的一个同时呢，看得出来他们今天的情绪是非常激动以及非常激昂的。那原本这一场的记者会是在11点钟的时候才会进行，但是现在的时间才不过早上8:30钟而已，所以呢还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大概3到4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会持续不断的有这样类似的一个抗争活动崛起。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目前现场也有非常多人呢是直接拿起了手套，要直接给今天前来现场帮忙抗议，另外还有搬铁架的人员，所以物资呢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也是准备的相当的充足。不过呢在今天香港天气的部分呢，早上是有下了一点小雨，所以你在现场你也可以看到地板呢是非常明显的湿滑，另外还有部分的地区是有积水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目前呢港警的状况呢，港警的状况现在目前他们只拿着这个防爆盾，另外还有他们的警棍以及戴的头盔呢是在远处是暂时观望的一个情况。那暂时观望其实在稍早的时候他们有曾经一度拿着警棍想要试图呢让这些正在抗议的这个学生们呢往后退的一个状况，但是你透过现在画面还是可以看到呢，其实他们已经逐渐把现场给封了起来。这些学生他们是自发性的把这些铁栅栏呢全部用胶条绑起来，你可以看到原本这些应该是排成一排排站好的这些铁栅栏，最后现在全部都是被围成了三角形的一个状况，现在目前就是为了要阻挡道路哦。那在稍后的部分呢，我们刚刚其实也为您报道过了，原本这一场活动呢是从10点钟才准备要集合完毕而已，听好，是在集合完毕而已，但是11点钟才要开始正式的游行，但是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30，他们就已经开始有冲突陆陆续续的涌现了。而现在目前呢，他们在抗争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内容呢，在稍后会有香港众志等等的议员呢是也会走上街头，那除了跟大家上课
帮大家了解说到底这一锤逃犯条例送到立法院是一件有多么严重的事情之外呢，他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政治界的人士也前来现场分享哦。那现在现场的人数真的是非常之多，那我们稍早呢也有另外一组记者朋友呢是因为人数太多的缘故，所以在网络的部分是用的相当的没有办法顺畅的一个情况。那你也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现场呢是非常多的学生都戴着口罩，显然是因为前几波的冲突有受到一些胡椒水还有这个催泪瓦斯的袭击，所以大家都先做好了一些预防的工作。那我们现在呢目前人所在的地方呢是这个中心大厦的前面了，那也有部分的同学呢是看起来想要企图把四周的一些铁架呢看起来也要拆掉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在第二波的那个现场呢现在是已经看到部分的香港学生呢是三步并两步啊，三个同学是一起把这个铁栅栏在陆陆续续往前搬的一个状况。你可以看到现场真的是非常多人自发性的是把这个铁栅栏往前搬，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往前搬之后呢是会再把它绑起来，那甚至还有这个铁链啊链子都还没有下掉就直接往前搬了，今天的人数真的是相当之多。好，那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在这个香港的天龙道呢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那稍晚如果在十点钟另外还有十一点有更多更进一波的冲突的话，我们会持续带您来更新，我跟我的摄影记者王俊清会不断带您来更新。